个月不清洗的浴室，玻璃上全是水垢，清洗起来非常困难。聪明人用这个清洗浴室，一次只要几毛钱。老婆也是用了这个才知道，清洗浴室原来这么简单。就这样喷上去，等待一会，让它充分溶解污垢，就能把附着在上面的水垢刮下来。水龙头、地板、马桶边缝也能用，家里浴室水垢深的抓紧用起来。